老铁们，鱼船进港了啊！咱们煮上一锅海鲜吃，海螺、皮皮虾、波龙、八爪鱼。天天跟你们要双金，你们也不给。这么冷的天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呗，一定要给一个，老铁。脸皮属实够厚啊！咱家老铁一定给我点一个，下视频咱们开吃啊！这是我爷爷留下的那个电壶，双金666，一定要给一个。